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是 Della 好，大家好。今天麻烦你和我们再分享一系列呢儿童成长的时候常遇到那些的毛病，我们怎样可以用同类疗法来帮手去处理。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就香港现在可能都比较少见到一些的，但是可能有时都有些的听众啊都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有一个就是个医学名词呢就叫拘留病啦。其实呢就是讲一些呢就是成长的时候啲小朋友那些脚啊那些是做弯咗啊，即系唔得直啊，啲嘢咁样。咁但系呢，即系呢个系点样样一个问题咧？亦可以点样用同类疗剂咧去帮助佢哋咁样样咧？嗱，其实呢、這个呢种嘅，即系一种某程度上都叫做营养不良嘅病嚟嘅吓。咁、我觉得而家嘅今时今日现代嘅社会咧，可能比较少，但都唔排除咧系有啲落后啲嘅乡村嘅部地方咧，佢哋好可能咧都仲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出现嘅，咁我英文叫做 rickets， 我哋中文叫拘留病。咁、其实基本上咧就系细蚊仔婴儿咧喺嗰个骨络嘅成长咧系出现问题唔完整啊，即系佢入住即系吸收唔好啊咁样，咁就可能因为食物里面营养系钙唔够啊，咁有啲人话即系可能即系嗰啲。可能牛奶唔多啦，即系当然牛奶是一个很好嘅钙嘅来源啦。咁、但牛奶嘅钙咧都未必一定吸收得到嘅。系好啦，咁因为咁咧，所以啲骨咧就开始比较软冇力，开始弯嘅。咁最容易见到咧就脚啊，只脚咧喺度煲力，我哋叫做系煲力咁样样嘅。咁呢个就因为你就力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如果佢骨唔够，即系钙唔够咧，唔够硬咧，佢就开始挛起嚟噶啦。咁仲有咧，细蚊仔好多时候咧个肚会特别大，个头又会大。但隻手呢腳呢就特別呢係瘦嘅。咁喺一個即係冇咁嚴重嘅情況呢，我哋可能呢只能夠見到一啲症狀呢，就係嗰個細蚊仔呢特別呢係躁煩躁下、即係個脾氣差，好多時候瞓覺又瞓得唔好，肌肉好軟弱，咁整個嘅身體嘅成長呢是比较慢的，即是你可能只是见到未必见到骨头咁变的。咁通常呢我哋都用同个疗法呢，同个疗法呢是一种体质性的疗剂。咁当然第一个疗剂呢就是钙啦，嗰个碳酸钙啦，叫 Gary Carbonic， 是一个细蚊仔成长钙嘅成长嘅首选嘅疗剂嘅。通常呢细蚊仔呢成长比较慢，容易睇到嘅，早期睇到呢可能佢嗰、那个嗰个头顶嗰个烟窗嗰度咧，个 fontanelle 我哋英文吓，嗰、那个咧系即系嗰个盖咧就未合嘅，仲系就年纪即系都几好多个月啦，仲系好仲张得好大嘅。咁呢个都系一个 sign 嚟嘅，一个显示到吓。咁当然佢就肥嘅吓，俾人肥啊，头大啊咁，中意食埋晒啲唔容易消化嗰啲嘢。OK 啊，咁呢个咧系。呢个系一个好主要嘅用喺嘅，用一个骨络嘅成长嘅嘅疗剂，就系、是、calcarea carbonica 啊。另外就 silica 啦 ，silica terra 直，咁都系出现呢种咁样嘅啦。咁直嘅主要嘅其他症状咧，就系、是、容易有臭汗啊，只脚啊、手啊咁样样。细蚊仔咧比较怕冻啊，冻同埋咧。同埋个头大大吓，咁、咧就个烟枪个电烟枪开到大一大，个腹部胀一胀，咁啲细蚊仔通常行路都比较学行得比较慢啲嘅、即系睇落去咧就好黏瘦吓，好脆弱嗰种嘅感觉嘅。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磷酸啦，phosphoric acidum，phosphoricum acidum， 咁呢个通常系比较严重啲嘅吓，啲拘留就比较严重啲嘅，咁严重到咧。那个细蚊仔咧，那个关节咧，夜晚一直痛嘅，
啊，好似咧，好似嗰啲骨咧，好似有啲刀刮嗰种咁样嘅。咁甚至乎咧，出现咧髋关节咧，同埋脊椎咧，嗰啲关嗰啲骨咧，就出现咧喺啲系嗰啲蛀咗嘅，就出现窿吓窿孔嘅咁。呢个当然比较好严重，好严重嘅情况嚟嘅。好啦，另外一只咧 ，calcarea forica 系嗰个忽化钙啊。咁通常咧，啲骨咧比较硬咧，但粗。系唔規則嘅，啊，同埋骨咧就好多啲瘀與損嘅情況，咁就同埋咧係嗰啲長嗰啲骨咧，有照 X 光咧，你睇到咧，原來咧佢有好多窿，有啲孔，有啲窿孔喺度嘅嚇。呢、這個 calcarea forica 啦，好啦，咁最跟住咧就係 calcarea phosphorica， 你睇到咧都係好多時候咧都係同個磷啊、鈣啊有關嘅療劑嚟嘅。咁 calcarea phosphorica 咧都好典型嘅。那个营养不足啊，吸收唔好，有嘅时候咧系患咗急症之后咧，啲骨头开始痛，有细蚊仔好多时候嘅，啲成长嗰啲骨痛啊，行到咧比较慢行啊，个人咧奀奀瘦瘦啊，个脊椎好弯弯又冇乜力咧，我通常咧即系都系好常用咧，系 calcarea phosphorica 系个磷嗰、那个磷啊、那个磷化钙啊，咁好多用纤维盐咯吓，因为纤维盐比较容易吸收噶啦，好啦。咁另外一个疗剂咧就系硫磺啦，因为硫磺一个好大嘅体积嘅疗剂嘅，咁通常咧就系冇晒胃口 ，OK， 但系咧就系、是即系营养又不足，但系冇晒胃口。咁有阵时候我哋遇到呢啲情况咧，即系见到譬如硫磺嘅细蚊仔比较污糟糟、邋邋遢遢啦吓，懒懒惰惰啊，东挨西挨啊，挨挨笨笨啦，咁你见到佢皮肤污糟糟，咁你第一时候咧都系先。俾个硫磺嘅，因为硫磺系一个底子，系一个体质嘅疗剂嚟嘅。咁跟住其他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用嗰个 calforce 嗰个磷酸钙咧，就通常系第一线嘅简单嘅钙嘅。但如果你见到佢啲骨咧开始有啲变形啊，有啲骨折出现啊，咁呢个咧就我哋就会用嗰个 calcare florica 啦，系氟化钙咁样啦。咁、那个磷酸咧，這個、呢个咧就个细蚊仔咧就比较上严重啲嘅 ricket。好攰啊，好消瘦啊，好冇力啊，咁样嘅。OK， 咁即系话遇到呢啲情况之后咧，同个疗法一样有好好嘅疗剂。咁当然啦，呢啲疗剂咧系会帮助嗰、那个小朋友咧系吸收钙啊，即系我哋好难今时今日咧，我哋啲食物咧系唔够钙啊。咁但系有时候咧，你个身体个体质嘅问题咧，营养吸收问题咧系吸收唔到嘅。咁我就用个疗剂系帮助佢身体，令到佢哋吸收得到。嗯，好啦，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系啊，咁虽然头先我哋就讲过咧，呢个驱流病呢、这个 crickets 咧，香港而家咧其实都唔会多常见到噶啦，因为个食物有嗰个充裕啊，咁啲家长照顾小朋友嗰方面咧亦都好十足，但系亦都唔排除咧，可能就系话都有。潜在性喺度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咧，咁其实同类疗法咧，完全咧系可以咧系处理得到嘅。咁头先提过噶啦，喺另一层面上面咧，就用个体质嗰方面啦，根据佢哋除咗啲嘅病征之外咧，其实每个小朋友成长嘅时候，佢哋嗰个性格都有唔同嘅时候咧，嚟到用呢啲疗剂去帮佢哋手，点样令到佢哋嗰个咧系吸收得更加好啲，而从而咧将嗰个问题咧去改善佢嘅。咁所以咧，系家中常备嘅疗剂咧，就可以达到咗呢个即时治疗嘅功效啦。当然，长远嚟讲咧，想更加健康啊啲嘢咧，咁就可以咧，就系揾一个合资格嘅专业嘅同类疗法医生去帮大家手啦。多谢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查询翻啲疗剂或者系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作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wadio.com。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啊，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